七小福成员之一袁葵竟传离世的消息。成龙星期一就在微博发文庆祝袁家班成立65周年，并附上袁班人马的聚会合照。不过成龙就在贴文那里说，在这次聚会他们也都一起缅怀已经离开的师父师母和一众兄弟姊妹，当中就提到袁葵的名字，但成龙就未有透露太多关于袁葵离世的事。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亦说，袁葵大约2年前因为新冠肺炎病逝，但是基于家人意愿一直未有公开。